刘木佳是吧？啊，是，您好，我是陈刚。上车吧。这金龙湾房租不便宜吧？公司帮你租的？自己租的。 你舅妈说你年薪40万了，真的吗？哦，我们主要是靠业绩，时高时低的。这女孩子啊，做律师是挺辛苦的。哎，今天带你去个餐厅，特别好吃。谢谢。你好，请问有定位吗？有，陈刚。啊，这边请。 你看，坐这儿行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这是预留的座位，您的座位在前面。坐。谢谢。先生，那咱们就正常上菜了。行。 这家餐厅啊，还在试营业，正式开业之后啊，我估计会一杯难求。看，看这个，和你生日一样，惊喜吗？这不是我生日吗？也是这间餐厅的名字。喜欢吗？我其实是个蛮用心的男生。 你怎么知道我生日的？你妈妈把你身份证照片给我了。我妈可能是把我当成网上追逃人员了。哎呦，你家，你真逗。我其实是个大直男，一向不会哄女孩子开心的。但是我上次跟你微信聊完天之后，突然就无师自通了。你好，请慢用。 尝尝，尝尝，这家餐厅啊，据说是黎明集团老总自营的，还请了米其林的主厨。我看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工作太辛苦了？啊，最近加班出差都挺多的。可以理解，我也找到工作了，现在啊，我是边读博边上班，朝九晚五的。 公积金跟社保啊，都按最高系数交。不过说实在的，我这个工资在这房价面前，那钱也不叫钱了。但是还好，我爸妈给我在北京买套房，虽然不大，但是呢，这间餐厅是很早规划的，只是计划限薄，不介意吧？你家。 没事儿，去个洗手间啊。啊。哎哎哎，你讲，哎呦，你讲，你讲。没什么大碍，就是疲劳过度，需要注意休息啊。谢谢你啊。哎。 怎么样啊？没事吧？你什么时候没什么大碍？哦，我俩刚在一块健身呢，说你姐晕倒了，就一块过来看看。你姐不是有男朋友吗？没来。过年的时候闹了点矛盾。行了行了，木夏，还难受吗？ 别跟遗体告别呀！明儿再熬夜，真就差不多了。
这么惨，医生说你劳累过度，晕倒了。林木匠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过劳死的人可不少。你能不能盼我点好？我是在餐厅晕倒的，都不算是工伤。到底是律师啊，现在还头头是道的。 跟我相亲那个人呢？你看好他？我妈也看好他。那就行。大姨那边你不用解释了，那个人觉得你身体不好，把您给拒了。我谢谢他。试营业的情况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菜品反馈呢也非常好。试运行阶段呀，有一些小问题会尽快的磨合好。嗯。啊，对了，李总，今天有个客人呀晕倒了。 小姐您好，请问您有预定吗？哦，您好，我是来退卡的。啊，我去请一下我们经理，您先到这边休息。谢谢。您好，我得请我们经理接待一下您，您稍等。好。谢谢。您好，我得请我们经理接待一下您，您稍等。好。谢谢。您好，我得请我们经理接待一下您，您稍等。好。谢谢。您好，我不是来用餐的，我是来退卡的。您帮我转告李总，谢谢他。这。